嗱，咁第二咧，第二個嘅見證咧，都係咧一個嘅係啊，係新生命嘅見證喎嚇。咁呢個新生命咧嚇，我哋都係期待咗好耐咧，係要見證呢兩位係新生命嘅誕生嚇。同埋咧，今日咧就係要藉著呢一個嘅紀念耶穌基督係降生嘅日子咧。啊、作為他們的父母的是願意將他們的兒女呢是奉獻是給上帝、啊、這兩位呢、啊、他們的關係很親密的、啊、是非常之親密的 是兩姊妹、啊、和他們的丈夫的家庭、啊、現在呢我們就請他們四人呢是上台上面、啊啊、柯偉傑是周佩珊李少文和呢是周佩文嗯啊、可以企埋啲喎，企埋啲呢度係，如果唔係唔夠企嘅喎。好啦，啊，咁咧我哋好開心嚇，係佢哋今日願意咧係將佢哋嘅 B B 啦嚇，一個 B B 女一個 B B 仔咧嚟到去奉獻係俾上帝。作為嬰兒奉獻咧，我知道。當中有一個嘅信靠就係話咧，係好相信神咧係會帶領啊呢兩位嘅 B B 嘅成長嚇，所以咧我哋係將佢哋係嘅係啊小生命咧係交俾我哋嘅上帝啊，交俾我哋嘅上帝咧嚟到去每一步啊每一日嘅係嚟到帶領佢哋啊，咁呢位就柯偉傑弟兄啦嚇，佢、啊、太太嚇、啊、周佩珊。係點啊？咁佢個女咧嚇叫咩名咧？啊叫柯曉慧喎嚇。咁啊紅衫呢一位嚇係女仔嚟喎，睇下，所以就紅裙喎。啊咁另外咧就係周李少文同埋咧係周佩文嚇。啊咁佢哋咧要奉獻佢哋嘅兒子嚇李卓峰係嘛？峰峰啊，邊一個大啲啊？邊一個係啊呢個表姐係嘛？表姐大啲，邊個表弟係啦？啊！所以係而家咧，我就會係問下四位嘅父母啊，你哋對你哋嘅係小朋友有咩期望啊？可唔可以講一句期望？聽話哦，聽話同埋信主啊！咁阿傑咧，你有咩期望啊？我、哦、要問個女有咩期望啊？少文咧？哦，哇，好聽太太話，好咁太太講啦，佩文你有咩期望啊？執生啊！哇，識得執生啊！呢、這個哇，呢、這個可以包含好講喎、啊，真係醒目係嘛？哦，咁咧係最醒目梗係要跟隨神啦、啊，啱唔啱啊？要帶佢嚟到咧神嘅面前嚇、啊，咁啊凡事就可以咧係啊可以順利可以執生喎、啊，神會帶領佢。好啦，咁咧我哋係好高興嚇，我咧係願意係將係啊領證書係交俾佢哋父母啦。但係咧係之前咧，我要為佢兩位嘅嚇 B B 嚟到去祈禱，有一個奉獻嘅祈禱嚇、啊。好啦，我話咧，我今日抱完佢兩個之後咧，我手一定係好酸軟嘅，兩個咁大份啦。好啦。咁誒係啊，曉慧啦嚇，我一齊咧嚟到為曉慧嚟祈禱嚇。主啊，我哋係恭敬嘅將啊柯曉慧今日交上俾你，知道咧係你係帶佢嚟呢個世界，係要去啊去經歷呢個世界所為佢預備嘅一切，更加經歷你嘅恩典。主啊，我哋將曉慧係交上，佢祝福係佢前邊嘅日子，帶領佢成長。也幫助佢嘅爸爸媽媽都可以咧，係悉心嘅嚟到去教導同埋帶領佢，係孕育佢咧嚟到成為係主合乎你心意嘅人。我哋將佢交上，奉耶穌基督名祈求，阿門。哦，開始掙扎啦！哇！好啊，我將個證書咧係啊交俾係。仲更加重啊！啊啊，卓峰啊，李卓峰，我哋一齊咧，為啊，誒認得佢自己喎，係嘛？為阿卓峰嚟到祈禱啊，我哋一齊禱告。慈悲主，我哋咧係將係啊李卓峰係交上俾你，係你知道佢前面嘅日子係如何，
主啊，求你俾佢有能力，俾佢有咁样嘅系成长嘅身量，更加俾佢智慧，能够系即系点样喺日后去追求你，成为佢生命嘅至宝。要祝福佢嘅系爸爸妈妈，能够将系合宜嘅系同埋适当嘅系孕育教育成长嘅方法，都系俾过佢嘅儿子。最后将系逐封交上，求你继续引领佢前面嘅每一步。求你垂听我哋嘅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祈求，阿门。哇，仔真系仔喎，哇，识抢麦添喎，厉害啊！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好，讲几句嘢，讲几句嘢。請我們一起咧，係同聲鼓掌咧，係歡迎嚇，歡迎。